好像是200又给了，就是你。三我完了。唱团体呢，我们可以让 Teddy 重温当偶像团体时的感觉。我们让你变身成 Big Bang。那个被当过偶像。没有当过偶像，这样子，当过偶像跟当偶像比较无聊，反差而已。遇到歌星也是偶像，对啊，对啊，魔王金也是偶像，对对对，或者8个月没来的，8个月没有来，需要一点镜头，要演戏，要积极，不够上镜啊，要上镜。哎，这个下礼拜的定妆，好像不错。好，而且 GT 很适合这样，对，不错，歪头在，歪头 ，GT 交给你了，好不好？还没说，我们是 BigBang， 不会，对不起，不要心虚，不要心虚，不要心虚，我是大声，因为我讲话是大声，我是老婆撞门的太阳穴。音乐下，哦哦，哇！我们结束，我们精彩嘞！哒啦哒哒哒啦哒。好，既然难得有这个机会，好让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威风兄弟威风的感觉，我们要让你打扮成世界上最威风的英国士兵——皇家禁卫军，而且总共是两位。你刚刚拿那么多钱才给100，不行，你要给300。我生活很困苦，我还愿意拿100出来。哎，这100对来说就是1000块。你老婆私讯我在哪？我都没回答。啊？你老婆私讯我在哪？我都没回答到。但他又没去哪里？那你不用了，赵哥，刚刚站起来不给钱，赵哥，你一脸禁卫军的脸，站起来，你好禁卫，我们禁卫你，200，他刚赚20000嘞，赚一笔，他给200，哎，每个都要 fitting 一下啦，试一下啦，哇，神龙大少主。很老的老英军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伪班长，我想要问你，你转回来。OK， 身为班长 ，Yes sir， 我想请问你，最近的军旅生活怎么样？哦，都不错，就是晚上有点无聊。哦，有点无聊，有点闷。Yes， 那没有关系，我来帮你敲一下你的帽子。啊，我手。你拿你的帽子下来闻一下。OK。怎么样？臭不臭？臭。你知道为什么臭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你脑袋装大便。不臭。我们节目啊，不提倡暴力。心情好，对，心情好一点。好，谢谢我们英国军队带来精彩的演出哈。